球啊，非常有经验。协助龙篮下，抛掉给浩凡和第二机会，第一时间进攻，再扣一个，再扣一个，而且是篮下小动作 N 1，哇，太在亚顶了，这个霸王式的扣篮，霸王逆上攻，这成语就这样起了，对，而且是范式的侧应哦，范式这个非常聪明的。已经把前面的这个对手已经整个骗起来了，再顺势传给谢宗龙。事实上，其实范思恩这球传的有点太大。